不要急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又出来了啊、哦！人在这套装备啊、哦，老装备了就不用介绍了哦。没听慢慢拉，卸力不要太紧。来，好嘞。等一下。但是头，鱼头拎起来，鱼头不拎起来不好操。哇，这条这么大。你要小心点，它能。使劲多了这条。大家伙，哦，一丢，搓头，哎，十八斤，中了。前面还有一个抽网，这个抽网都是够住了。哦，中导风。不大嘛，这么小。我吸力很紧的。吸力很紧的。啊，那么大。四斤。不要慌，不要提点。哎呦，是不是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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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放一点。对。好，
斤。别晃，美女。啊，往边来。啊，又一条，还是你厉害了。加拿大。俩人看你们两个人表演，再往上抬慢，抬高一点。哎呦，四五斤，就是四五斤。
样本鱼啊。钓了以后滋了。18号的鲈鱼钩了，哇，这么大一条鲈鱼，大嘴还长了，十多斤了。哇，这好大！这个大，十斤11斤，米级的鲈鱼，这没错，一条抵5条了。这么大，你要抬不起来。打了。啊，纺车轮是这样摇的啊，你们用纺车轮的看到了啊。纺车轮是这样摇的。哎呀，鱼捏，鱼捏，提高点。好，大了，鱼怎么跑这么远？不是的，我会。是鱼，是鱼，是鱼。大点。我以为过去了，那怎么吐到那边去？我也中了。干的哪里来？哇！美女又上来，大货。他钓半天没有，我接手就来了。脚当心，脚。我一接手就接过来了。哇，这么大！给你。换一个。往这里有，哇，一趟三条，哇，哎，哦，抬我的大，哇，这条大了一下，8斤，我就说手都抬不动，直接拉那边去了，我以为抽了呢，拿前面去了吧，在前面，棍子在哪里啊？棍子在后面，在那边，那里，站住点，狂拉。拿尾巴好嘞，拿尾巴，尾巴好拿嘛，哎，掐下巴，掐脖子，哎呦，这大呀，大呀，我操，大法，哦，这么重，哦，倒像，这大王，哎，一个箱子装不下一个箱子，一个箱子塞没了，还有个。还有一个箱子，快用力用力！